如理而行皆定慧，这叫修行，就是佛教当中讲的教、理、行、果四法中的行法啊，教、理、行，这叫修行。行是行动、行为。行动行为很多，无量无边啊！佛把它分为三大类，就全都包括了。这三大类，身、口、意，不出这三种啊。起心动念，心的行为；言语是口的行为。举止动作是身的行为，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。世尊49年的教诲，教什么东西？就教这。啊，希望你身口意三业造作，不犯过失。啊，凡夫三业造作都是过失，都是罪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跟烦恼相应。他跟信德不相应，我们细心观察，用法法术，今天我们三业造作与烦恼相应。你看身的造作，杀生。吃肉不能不杀生的，这一生当中在饮食里头杀多少众生，自己杀，叫人杀，责任都要自己承担了。啊，厨房的厨师听命于你，你叫他杀了，他是奉命执行的。煮饭是你，你下达命令。一生杀多少？啊，就这一桩，三业都有。你看，念头起心动念要吃肉，啊，丰富厨房里面就杀生，口业。啊，意业、口业，甚至还有亲自动手，那就有身业、身与业三业都杀生了。啊，道，通通是烦恼啊。起心动念，
占别人便宜，叫盗心。啊，夺取别人的名闻利养，据为己有，这是盗的行为。这个里头也是身与意，三业都造。啊，杀盗淫业也是三业都造。啊，身造的三业。啊，口妄语。说话不诚实，口是心非啊，这个言语不是从真实心中流出来的，是从烦恼里头生的。人没有真诚心吗？啊，善恶的念头在自己心中啊，千变万化，时而善，时而恶，恶多善少，恶的力量强大，善的力量微弱。啊，善敌不过恶，这真的。学过百法名门就知道，善心所只有十一个，恶心所有26个。啊，在数量上就差一半都不止啊，11个26啊。啊，而且11个力量薄弱。那26个力量强大，这就是人为什么善念少，恶念多。啊，善念的力量敌不过恶念，知道是错了，还是要干。那为什么恶念支持他的欲望？欲望是贪嗔痴慢支持你，善念很不容易坚持长久，善念要坚固不动，才能抵得过恶念，叫26个恶，坚固不动才行。稍稍动摇就失败了，这叫功夫啊！功夫浅深是说这种事情啊。啊，这些事情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早晨起来。到晚上休息，不就是干这个事情吗？有些人还不止，睡觉做梦也干。那换一句话是，日夜都不停啊。这是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。啊，佛教我们修行，把这个修正过来。啊，起心动念修正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断恶修善下手。
只许有善念，不许有恶念。